哦，呼呼呼，你看，这就是我们有稳定器的好处。这两个小家伙比较麻烦。哎，非常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峰哥。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玩这个抗日战争组合。那这个组合呢，是我最近自己想出来的，主要是因为最近的影片比较偏向一些高阶载具啊，然后可能大家都没有，所以共鸣比较少。那所以呢，我就想出了，就是如果出这种低阶影片，看大家的回响度会不会比较好一点。而且这毕竟也是国军的东西，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有一点亲和力。那我们的坦克呢，是这台 M4A4 雪曼。那这台 M4A4 雪曼呢，是当初美国援助我们抗日的一台战车。那这台战车虽然只有这个75毫米 M3 坦克炮，但是呢，它对付日本的这些一式中战啊，三式中战啊，四式中战其实也是够的。那可能会有人问说，为什么这一次的组合没有 M24 霞飞？那我可以跟大家说 ，M24 霞飞是这个算是我们二战之后才拿到的东西，就是那时候美国可能要研发新的 M41 宝可梦犬，所以他把 M24 退役下来给我们，所以才没有这个 M24。不过雪曼也是够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雪曼它在这个游戏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有这个垂直稳定器，这就是让你可能刹车的时候，或是在静止的时候，你的炮管不会乱晃，这样子可以让你提前射击，或是甚至在移动中做一些行进间的射击。那我们的装甲跟机动性也是还行的。我们装甲正面50毫米，你稍微如果摆个脚是可以挡掉一些炮弹的，但是如果你遇上一些长期武，德国长期武是没办法做任何事的。那我们的机动性呢，前进速度40公里，后退速度5公里，所以基本上雪曼坦克在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偏中庸的角色，但是它可以做好它能做好的任何事情。那我们今天的飞机呢，是这台 P40E1。那这台 P40 呢，是这个飞虎队的算是很标配的这个座机哦。他当初呢，听说啦，一开始打这个日本的一些一式战啊，一些比较初期的飞机的时候还够用。那可是这台飞机好像是有遇上这个零战过，那遇到了零战真的是会蛮吃亏的。但是我相信国军那时候的飞行员应该也是非常勇猛的去抵抗这个日军的先进科技。那 P40E1 呢，它的武装是这个六门的 12.7 毫米，其实在 2.7 这个分房它的火力算是很强大的。那它可以带这个两个100磅跟一个500磅炸弹，对地能力也是非常够的，所以我相信这台飞机今天在 3.7 的 battle rating 应该也会有不错的效果。那好，我就废话不多说了，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抗日战争组合在游戏中的表现吧。 OK， 各位欢迎来到第一场。那第一场我们来到这个阿登森林哦。那这场的话呢，我选择走这个城镇的地方，因为其实雪曼是一台打巷战还蛮强的车，然后再来这个城镇其实也可以去车绕他们敌人，所以我们等我们遇到敌人再说吧。走吧。好，他的炮我们可以稍微扛一下。击中。这两个小家伙比较麻烦。哎，非常好。我怕我们现在被标出来，所以我们稍微躲一下。而且我们这一次好像被攻爆了。A few moments later. OK， 我们一直杀一些 M5、M3 或 M5。
这场对面是美国，照理来讲我们应该要是跟美国同一边的。 Oh my god， 什么发生什么事？ OK， M4105。 Oh my god， 现在这边都是人。小兄弟，后面也是人。OK， 那边有一台 M24， 这个比较麻烦。Oh my god， 我完全不知道。哇哦，我甚至觉得我们都可以去 A 点了，你知道吗？我们必须要挽回局势啊。哦。你看雪曼一侧绕就是这么的恶心恐怖，我们把 A 点还原就好，我们不一定要把它占下来，我们反而把它还原之后会有更多人来冲点，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到一大堆免费的击杀。你确定吗？M8， 我还有人在站。Oh my god， 全世界的人都来了。Oh my god， 哎，没了。OK， 各位欢迎来到 Crelia。 那这张是一张智障图哦，因为一重生大家就可以开始在这个点护居了，所以我不是那种人，我们就赶快走吧。我们要小心我们前面的人哦。我绕着自己的墓地就是为了抓从他们重生点。哇，你看，我就说吧，欸，他好像还是，对，我们要跟他对炮。OK， nice。 那雪曼就是要挑那个他那个垂直的地方打，而且他怎么没引擎声啊？我们要小心右左边的人。 Nice。 Oh my god， 那个东西我们惹不起。又有一台是一台复仇者，他要来复仇了吗？他好像看到我了。Oh my god， 两台复仇者都是来复仇的哦。Come on， 你可以的。Yes, yes， 看嘛，我都开炮了，为什么不来？啊 ，nice, nice, nice， 两个人在比烂。OK， 我们去下面一下好了。OK， 哦，还有一台那个大麦克。炮手装填手 ，OK， nice。这样地图智障的点就是这样啊。哦，我才是智障。OK， 那里有两台，我们用，哇，好多台。OK， 炸死一台四号 H 型，好像有飞机要来搞事。对对对 ，Oh my god。他是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打到这样子？
哇哇哇哇！刚才是发生什么事？OK， Nice。Nice。OK， 欢迎来到最后一场。那雪漫战车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你一定要玩它，因为我觉得它可以非常好的训练观念跟地图走位。那 P40 的话，我觉得它不太适合狗斗，但是如果你拿来 BZ，它其实非常不错，因为毕竟六门点五零在这个阶级是非常强势的。然后再来，它还可以做两次攻击，毕竟它有两颗炸弹。所以如果你想要玩这个抗日战争组合，其实是非常推荐的。Oh my god， 前面也太多了吧！哦，还有一台小可爱。就我们下潜一下。Oh my god！ 哦、我们把炸弹全部都丢在 A 点里。然后我们就去对空。到底是什么噁爛飞机啊？